有一些拍不到，可是随便。可以啦，我觉得它这方太高了。什么太高？这个太高了。下一局再弄吧。可以，这边可以调低一点。六个自由度。你看哈，真讨厌。真讨厌是怎样？拍不到八球就是了。那你好像常常当广播的那一个人。没有啊，我以前都没有在那个啊。哎呀！觉得我们这局的机会如何？他们就是 SD 也拍了。没有啊。他们最大的人不在。没有啊，像最前面啊，那个吴秀的。是吧？是他不是吗？白裤子的，白裤子的，嗯，篮球鞋白裤子，他最厉害吗？就用力跳，用力打。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厉害。他也蛮厉害的，但他不是最大的。哦。快冻成冰了。我有点快抽筋。小杰也跟我说他快抽筋就要换了。
块钱。